我重生了，这一世我在末地，现在我想逃出去就得做出一个强烈的幸运方块才能打败末影龙回到主世界。兄弟们，我还被一堆末影人给围住了，经过我的开创造啊，重新建了个存档，研究了一下新的方块里边确实有适合咱们打败末影龙的新版方块，那么接下来我就要把它做出来了。这个方块需要一些个染色，哎，我好像没有那个染色，怎么办？我没有那个染色，我去，灰色染料我没有，朋友们，那我们只能带一个，反正价值是一样的。染色就是拿一个白色的花嘛，对吧？白色的花就可以搞定的，咱们不可能这个白色的花找不到，所以大家就当我有吧。咱们用两个方块，一个幸运方块怎么都比白色的花值钱，对不对？咱们现在拿出这个方块，哎，就换一个这个，这个是新版方块，它有独立的事件，很强，我觉得它能带我走出末地，朋友们。先来一组，咱们要边躲避末影龙的攻击边开这个方块。这居然还有末影蛮，哇，好流畅，兄弟们，我从来没玩过这么流畅的我的世界，哇，太流畅了。别过来，这些小小末影蛮我真服了，哪儿这么多，有刷怪龙是咋的？怎么全是船啊，哥们儿？哎，来了把剑，我们要不要看一下这把剑的攻击力？锋利叉，可以看到啊，很有实力，这个幸运方块很有实力，兄弟们，光是一个木剑攻击力都这么高。什么裤子加68滴，还带跳跃提升和速度，漂亮漂亮，还有缓降。什么斧子，攻击力耐久精准采集，哎，那相当于他就有精准采集，咱们留一下这个斧子，要留一下，有精准采集。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一种武器，这个钻石能干嘛，能不能做武器，有没有武器？没有，不过他能做苹果啊。末影龙现在还没有想打我的意思，咱们得趁机赶紧发育。得到了一些绿宝石，这方块还能赚 EMC 值吗？哎，来了把剑，攻击力2500，兄弟们，来，末影龙，来来来，我看你在哪儿，我看你在哪儿，过来呀，别躲着呀，来来来，往我这撞，我感觉他要过来了，兄弟们，准备好了吗？哎，没打到，哎，你这不讲武德啊，他跑了，他没有机会，咱们就再等一等啊，再等一等，他一会儿肯定还要过来。这有一双鞋。这双鞋我不打算要，来了，干掉！我终于可以回主世界了，兄弟们！手机版夜风同款组件认准 MCS 夜风工作室，你想玩的这里全都有。这个新方块的武器攻击力有2500，虽然不是很变态啊，但是打个末影龙肯定是没点问题的。末影龙也掉了个东西，这能吃吗？哦，烧了就可以吃了。之前咱们用那个怪物灵魂得到过一个。几个吧，不叫一个，得到了几个。咱们回主世界走。哎，龙蛋拿一下，没准龙蛋都能合成幸运方块，我跟你说。来，把龙蛋挖走。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们不要忘记点赞视频，关注一下叶枫这个小作者，先评后看，养成习惯，哪怕一个表情包也能为叶枫增加播放量。走起，回主世界。到了主世界咱们再慢慢开这个方块，这里边肯定有装备，咱们现在装备不是很强力呀。天怎么能是黑的呢，啊，看我的视频绝对看不见天黑。回到叶枫的家里，把一些不能卖又比较好的东西先存起来，像这个精准采集肯定得留着了，还有这些材料现在不知道是干嘛的也给它留起来。防火药水用不上，这我烧了，我看能不能吃啊。铜是做枪械的啊，空了咱们做俩枪械，就这就加俩鸡腿，哎呀，好垃圾的食物，兄弟们，就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哇，抗性提升全满，还带飞行5分钟，飞行加抗性各5分钟，这个可以，这太可以了，兄弟们，这个食物一点都不垃圾啊，是我垃圾，刚才是我说话声音大了，哈哈哈哈，啊，这个的打末影龙掉的啊，还有打那个普通生物也能掉一些，耶，神秘博士方块是吧？开了，掉啥了？一点都不神秘，掉了几个二氧化碳，普通的钻石剑，这里边有原版附魔，也有它独立的系统道具。原版还是偏多一些啊。这什么东西啊？黄色钻石，数量不够多，没法做苹果。装备倒是能做，我看我头盔是不是有点垃圾？对，咱们头盔有点垃圾，不过也只能做双鞋。要不咱们做双鞋看看？来双鞋，呀，这不是木头啊，那是木头幸运方块。我们来做双鞋，瞧一瞧黄色宝石的这个装备防御力会有多高啊？没准它有加速特效，还不如我这个木头鞋呢。我去，扔了。那就不要它了，没有意义啊，对不对？看这个方块有没有它独特的装备，
目前只是得到了一把武器，2500。什么东西？又是钻石剑，普通的，全是普通的。哎，又一个武器，也是2500，不过是两种不同的颜色啊，没什么区别。要不要加点幸运值试一下？我现在 EMC 值多吗？300多万是吧？300多万，我觉得我加得起，兄弟们，咱们给他加点幸运值吧，卖点啊，卖点，节省一下成本，25%可以不？咱们加25%，不能加是怎么的？我瞅瞅，哇，不能加幸运值，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